中银人寿香港超级联赛星期六头场赛事，大埔在主场大埔运动场面对骏锋。大埔啱啱在高级组银牌赛第一圈淘汰君业北区晋级，今场继续有好表现。两分钟谢神大脚踢前，雷仙奴轻松射入，帮球队先开纪录。大埔之后继续抢攻，利马罚球斩入禁区，加比尔勾翻个波入中间，但谢神的头槌过唔到今场上演港超地标战嘅麦子轩。25分钟大埔再下一城，马卡雷拿放个长传，中卫强推大卫禁区外劲射破网，门将飞进都救唔到。上半场尾段，雷仙奴一下后争找到马古雷拿，但呢名前锋禁区内起脚被麦志谦飞身扑出，半场大埔领先两球。下半场一出嚟，骏锋急起直追，呢球大埔后卫迟迟解围唔远，但何思哲嘅远射唔中目标。粉红兵团之后仲有次黄金机会，何思哲回后，布雷迪后上撞射，可惜仲未弹出。补时阶段，雷仙奴起脚被门将扑倒再中尾，后备入替的黄显森近门保中，帮大埔埋斋，最终大埔赢3-0，联赛3连胜，